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啊，请起。啊，大家同心，大家午安，真欢喜，我看到遮济人来受训，啊，佮尤其是。少年人，我话要拜托少年人，脑来受训啊，比电视大来啦。我哪会安尼讲？莫讲我伫遮讲的，恁都会使上网去看。咱讲的是100%正确的，唔是讲伫有诶讲伫街仔路咧讲甲。嘴角真破啊，全破啦！咱今仔日这个啊，闭幕式啊，那是要甲大家讲真实的代志，啊，我要用 PowerPoint 的方式，予大家搁较了解，唔是干阿我咧讲尔，大家落去啊检查周遭的情形。这就是要予大家拜托大家回去，阁介绍较少年的人来，啊，来参加咱的受训，甲身份证，咱是芯片，莫去其他黑白讲因阿咧发行台啊发行台湾身份证，你甲问讲是毋是芯片呢？那晶片呢？你再去甲申请，这都爱大家转去到宣传。我即马要甲这三天来，大家思想啊，用一挂精神来想看卖咧。第一，咱足尊敬李副总统啊，丁辉博士。丁辉教授，伊伫台湾做十几年，知影野手，十几年，十三年，接落来了后。我有去参加伊的第一届、第一任接落来迄个国父纪念馆啊，才200个入伫内底啦，我其中一个啦。要甲大家讲，咱也足欢喜，咱本土台湾人做总统啊！过来第二个问题，阿扁啊做几年？八年嘛吼，咱家思考看卖，台湾有改变啊无啊？是安那无改变？是安那无改变？大家思考。都咱台湾人做总统啊，哪会无改变？李登辉先生讲，伊要会审，会有条无？到尾来讲动审啦，是安怎？思考这个问题，美国也讲袂使哩。是安那美国管遐济，啊！美国讲袂使就袂使哩呢。过来，咱陈水扁，咱也足啊钦佩，一个平民啊，佃农啊，做甲总统。我足尊敬，
伊讲要创啥？讲要参加联合国啦，要用台湾啊共和国甲联合国申请啦。咱大家足欢喜啊！伊讲要公投啦，咱大家足欢喜啊！有做到无？是安怎？大家来这三天就足清楚嘛，对唔对啊？安那清楚？大家去想，这三天来，你读的是啊，咱所了解国际法，甲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台湾都唔是咱台湾人的啦。台湾是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啦。你要成立一个国家，爱四个条件。成立一个国家的四个条件，爱有土地、人民、政府、国外交权。啊，边个人唔知啊？资料款款的，甲送个联合国，连开都无开啦，退都转啊！啊，讲要来公道，上头啊，美国。人民讲，咱台湾的人民选到总统啊，足欢迎。第一届去美国的是足风光啊。到尾来美国甲安怎讲？麻烦制造者啦，是安那叫做麻烦制造者？大家现在有清楚啊无啊？是安怎？你土地都唔是你的，你要，你也无人民啊！你要，大家身份证摕来看嘛嘞，拢是啥物？中华民国就不是一个国家，美国已经都划个切划了呀，咱要讲这是一个国家，恁的人民根本拢唔是台湾共和国的身份证。不是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也没有人民呐、啊。啊，有没有政府？没有。世界上不承认的啦。啊，够耍嘞！有没有外交权？三十几个小朋友，二十几个小朋友，跟人家签的是什么？中华民国跟人家签的。哪里有台湾共和国？台湾国去跟人家签外交，都没有啦！啊，你不是麻烦制造者吗？国要公道，美国讲什么？讲你们的台湾里面有两种人都搞不清楚了，还有什么公投？哪两种人？一个是流亡跑到台湾的人，就是中国人；一个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，像我啦。我叫我爸爸叫奥多桑，叫我妈妈叫卡甲，他叫我叫呼米啊呼米啊，啊。一下子说我是中国人，所以大家都要了解，来读这三篇有没有价值啊？有，这样就感谢了、哦啊、我感谢大家，大家来到打拼，感恩老师，就、哦、感谢、哦
主这几两个例子，有的说啊，我那个讲咱单位听较无啦，好、哦，感谢大家来参与，我们就有机会成功，因为我们按照美国的指示在做，大家手上拢有一本，大家摕来看卖者。 来，这本大家有啊无啊？这本是虾米？咱无遐敖呢。迄是美国甲咱讲，恁爱组立台湾民政府，成立参议院，啊来审查。 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咱所发的身份证，拢是根据这本发的。咱搁特别有规定，咱机关内底各机关啊，会计算。 有诶，讲预算，拢那是以后那是爱根据基本。有诶，较少年诶，把握恁来参加进所考试，咱进所起码爱考试，进所考试。 拢是照咱秘书长迄本啊《新台湾论》出来，第一摆课大家拢无啥清楚啦，毋知影讲会安那，我爱考试啊，考落28通过啦，啊，过来考试，考试即本来爱小看咧，那我。 内底有都有问到，遮问题，所以事先我爱甲大家讲，咱无遐敖，咱拢依照美国的指示，因为遮个啊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来来去去，在美国啊修改了来来去去3次才通过，所以。 这部讲，予大家知有诶，叫伊讲啊，这本是虾米，拢毋知影。安尼，大家会搁较了解，会搁较增加大家信心。要去讲互听，这本我啥去互看，咱拢照这本诶规定咧做。好、哦、啊。 这就是补充，予大家有这个清楚，讲咱来遮开啊6000块，实际上足值得。你开6000，我也开6000呢。当然，我迄阵也是5000啦，因为我是第一期的啦。啊。 我迄阵爱思想安怎？啊，我是江苏，啊，江苏爱搁出钱哦，啊，实在确实大家无钱，大家落地啊，直直金。这拢是啥？干咱一个理想尔，较早日把流亡政府赶到金门、马祖、平潭岛啦。 大家知影平潭岛无？那带啊，笔电来的上网去查福建省平潭岛，还是平潭岛？即摆去看，大家就足清楚。遐咧创啥？咧建设啦，大量建设啦，无怪啥物直直起，直直起。 我看遐起起的拢要提遐去建设，是安怎？
拢讲好啊，甲美国拢讲好啊，遐是要予流亡政府这些高官，或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啊美军的管辖下的人，你们可以去到那边去。我一个朋友，讲伊一个亲戚，我伫遐。迄、那个我咧做高官啦，讲平潭岛跟台北港通行的时候，他有过来啦。我拿那个名片啊，我印的就是申请啊那个身份证的那个片子给他啦。他说他知道平潭岛，他说风太大了啊。我给他，他们也都知道了，高阶层的他们都知道，因为他也是什么，他也是教授啊。我当时候有帮助他，他告诉我说很感谢他，他要升教授的时候了，投两票，一票是他知道是我投的，还知道一票是其他人所投的。所以他很感谢我。我跟他讲说，升副教授的时候，我还特别接到你的电话，我从新加坡又早一天回到台湾跟你投票，因为可能有这个渊源啊。他是中情局的第二代，他告诉我这样，啊，我也拿一张说请他。看一看，我们要申请那个身份证，因为我都有印那个有地址的啦。钱，那我们啊，可以说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啊，各州都有他的啊据点在。我那个印的都是各州的地点跟电话。好了。我想回头来，这三天啊，手上的再简单的用 PowerPoint 给大家再详细了解一下。啊，第一个感谢大家来哦啊，第二个马英九是都在骗嘛啊，但是。他讲的也有道理呢，因为他是中国人嘛。他说中国大陆是我的领土，这个是啊，大家这个啊，柔荣光他说出卖啊台湾的主权，这个是这样报道。如果我们以华理来看，他讲的也没有错啊。他还讲说。南京就是首都嘛，啊，这台我们才知影不？哦啊，这是给大家看一下吼，这咱今年才去的咧，啊，咱二十要过来啊。大家因为未富啦吼，大家因为爱上过高级班呢，诶人才有啊，他去吼，可能未富啊吼。啊，这咱去靖国神社吼，咱特别想靖国神社伊遐设珍珠牌啊，咱呐唔是日本人，伊会去甲你设伫遐。做新珠牌啊，你拜无？无可能的嘛！你当时1945年4月7日，他宣布啊，民主啊，宪法就实施以后，让台湾跟日本是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。李登辉总统唔知啊，阿扁啊总统也唔知啊，美国啊才会讲不可以，
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什么可以？伊唔甲你讲啊。所以，这大家回去爱讲给人知。啊无，大家讲啊，咱即马本土台湾人选到总统啊，啊，咱就有法度甲变。100%，无可能啦。到尾啊，阿扁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伊讲李登辉总统做13年都无可能啊，我做8年哪有法度？这拢是啥？世界啊，咱要做咱战争化，加啊国际化，加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懵懵懂懂啊，唔只系这个情形。后来，这敢会过哩？咱主席带队啊，去伫华盛顿 DC 是啊，9月啊啊初五星期四吼，啊去啊做啊，伫遐去啊读。希望美国爱根据啊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来给咱发一份履行证件啦，咱有必要安尼要求啦。啊，这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应该。足清楚嘛吼，是安怎？咱2010年啊，9月7日，我伫同款世纪饭店举行，啊，咱秘书长也无多好去，所以国防部的要员交代这2张照片，讲你提转来互恁。啊，林秘书长，伊就会清楚。看来秘书长讲，哦，就是安尼哦。咱要伫日本天皇的管辖下，的一个伊有这个土地的权利。这两张，我都甲咱讲，日时啊，美战，美国占领，日本天皇有这个所有权，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你若去碰到一挂学者。一挂大学毕业的，你甲讲你是一个高等知识分子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啦？你甲问安尼就好啊啦。若要相信，就是这5点，咱过来学习一下，好不好？第一点是什么？第二点是什么？咱这是世界无成立的。过来第三点，啊，什么叫做政治联合？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有诶讲，哎，我都过了足好过啊，哪有？阿扁也讲，伊关伫细间诶，恁大家拢是关伫大间诶啦。
是安怎讲？伊设计一套游戏规则啦，延长它的寿命啦。你们都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啦，你选上了，宣誓了，你可以违背中华民国的宪法吗？监察院谁给你锁去？地方法院啊啊，是那个检察长都谁起诉？判断说是怎么样？叛国嘛？啊，个咱这的这其他的党派，有诶拢爱选举，啊，都甲你设计一套来选的，拢有感觉疼啦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可能上课拢也讲过啊吼，咱去甲登一票。迄个人有他红算呢，有他摕到30块呢。啊，咱也选伊的政党，咱甲登一票。伊他摕咧4年呢，一年50块呢，所以即马唔只民进党诶，这50块当啊，这个选党诶，民进党诶，才足侪要爱做党主席诶，有钱啊，一年编预算，你那是6-7啊，给你500万票啦，你先啊50块，2亿外。我因为足好开销嘞，以前民进党大家阁不爱做党主席个，是安那不爱做？啊，都无钱啊，但爱出钱啊，起码唔免啊。国民党编一个预算，讲本来，所以台联这回人家投甲邓100几万票，伊我。5000多块，我真啊5000几万，我足好用的呢。大家拢足爱选举的，要维持啊，维持要维持中华民国体制内的运转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骗咱大家拢唔知啊，咱要。在伊设计的制度下来生活，安尼大家唔知道有清楚无？无有诶，唔知啊，拢在讲啊政治联教的啥？吼、哦，啊我足侪例子会使讲咧啦吼，啊时间上的关系吼，过、哦、来看到这是啥？台湾啊，仍然在美军军事占领啊占领中。啊，确实就是安尼啊。迄、那个新德、乐山啊，乐山安邦雷达站，迄是啥物？咱出钱呢？啥物人咧管啊？全部拢是美国人。咱出钱呢？咱也无法度去甲起呢？美国人家己。用美国人来得起，这大家会知未？无讲大家唔知嘛。啊，这我爱讲予大家清楚，吼、哦。啊，个当然真济啦，因为美国是安怎，予你模糊政策啦，他要台湾买单就好了啦。啊，吃亏是。咱本土台湾人，实在美国你占领中，你爱来甲咱保护，照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啊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咱现在的法律系拢无咧开啦，
拢无咧开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课程，咧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嘅代志，拢无啦，无爱互咱知影啦，无爱互咱知影伤济啦。过来第五点啊，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本土台湾人。啊，什么叫做本土台湾人？就是咱去甲告啦，咱秘书长去甲告，所以才讲啊，恁来华盛顿 D.C.， 华盛顿啊，设一个办事处在底下。啊，咱办事处底下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讲。真济代志，伊拢咧甲咱指示啦，你安怎做，你安怎做啦。咱啊照美国个甲咱交代，甲咱讲是要啊，拜托美国军队甲流亡政府甲第二次世界大战安个方式。派船舰甲载去平潭，即马有定期航线啊！吼、哦，台中港我有咧行，台北港也有咧行，拢因家己坐过，因若无爱坐过，叫啊拜托美国，我甲国甲载转去，去金门也好啦，去平潭岛也好啦。啊，少年咧，平潭岛有。上完有吹到啊无啊？哪有吹到的少年人举一个手嘞？这个信息哦，谢谢。安尼唔才会了解。平潭岛伊讲啥？五个共同啦，五个共同啦。什么五个共同？甲台湾，讲中国跟台湾啊，他们就是中共啊，跟啊共产党跟国民党已经都讲好了，五个共同了，五个共同计划啊啊，共同啊经营，共同管理，哈、哦、啊个共同啊利益，哈、哦、拢是共同啦。啊，这共同是啥？伊我惊呢，咱遮六十几年的教育，伊惊讲咱遮人走去安怎？去甲啥？去甲去革命嘞！所以讲，哎、欸，恁拢来带倒，啊，美国也甲伊讲好啊，讲好，恁遐，互恁去遐，伊要管理也较好，恁若发生代志，怎啊，甲你撤掉倒？因遐大，袂讲有诶走去云南啦、啊，有诶走去四川啦、啊，有诶走去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山东啦、啊，拢去甲乱，拢来到平潭。啊，我讲我迄个同事啊，伊讲平潭风很大呢，因足清楚啊。伊甲我讲，啊无我也唔知啊，我才知讲盖定名了后，伊甲我讲才知讲风很大，平潭风很大，啊，伊是台北市的三倍大啦，吼、哦，啊这，好大家啊了解，咱，吼、哦、美国政府唯一支持的原告。原告是台湾人民、哦、不要上当，是咱这个台湾、啊、政府、哦、人民、啊、我们台湾、啊、民政府他所支持的。莫去用骗去、哦、你去用骗去吃，你在吃读读的回去说、哦、他是台湾政府、哦、他是、啊、台湾共和国、啊、都去用骗骗去啊！啊，这张也要让大家知影的，
这当然，一切安尼写吼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因为美国我甲恁交代讲安怎，咱要和平转移，咱的主张一定啊不用暴力，军队和美国来咧处理，美国有咧处理哦，有。军队直直烧啊，吼、哦，这是拢足正确的。啊，伊讲，那警察方面啊，咱成立黑熊部队，再来处理。咱话直直咧做，拢照美国的交代咧进行。这就是讲吼、哦，这个是啥物？台湾维新呢？台湾维新是什么人诶？这是伊个啊，讲引资政府的召集人啊。伊讲叫彭明敏啊，啊谢长廷啊，跟我们啊秘书长啦、啊，因三个早都有熟识啊。因讲大家都爱写一张批啦，啊，甲叫因早日见面，实际上因拢足清楚，拢有熟识。哦，啊，这有咧讲这个代志啦，吼、哦，讲咱的原则，我是和平转移，请美国甲咱带转的。你看，这啥？记得去开上侪钱买的军舰，这支是啥物？迄支是啥物？美国国旗啦！你会相信未？这有时间，有我做啊报道，吼、哦，《苹果日报》。啊，这下骹是啥物？哎，车恁爸去啦！因足会得骗你呢。讲四月一号是什么？愚人节啦！伊那边讲愚人节，重点伫带。讲日本啊、实施那么啊、明治宪法的时候是四月一号开始，所以四月一号都是骗人的啦。哦，因头脑足好诶！要甲你讲，四月一号都是愚人节，你不要相信四月一号。啊，这个是天大的笑话哈！啊、哦，这哦，千死一化以后啦，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。啊，第二天。第七舰队来到左营高雄港，这也不是我咧讲的啊，这拢有吼、哦、啊，这拢应当是 TVBS 可能来报道，报道一摆都无完呢，有诶才去，即摆要去上网要抓也抓无完呢。头拄仔我讲过啊，吼、哦，这个。那個安邦雷达站2000多公尺的时候建造，哦，啊，这青田岗，青田岗开放民营，那個民航机可以进，12点以后，什么飞机都不能进入。拢是美军暗时的啊运作了。咱即马要阁看一个影片，后来咱拜托咱的同心啊来放三立的影片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《权力法案》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嗯，
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又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红道营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，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5大基因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我们感谢三立来跟我们报道，但是一拜年啦。放出来都删除啊啦，所以咱我甲讲感谢，但是伊甲咱讲咱是自制的身份证啦，哦，这点我都挡袂掉啊。咱这是啊，咱那是啊，这晶片的美国制造的，不是台湾的，所以。咱即马要阁拜托咱的同心，甲咱放一块，咱啊，这个身份证啊，去现身说法啦。咱两拜去美国，啊，咱的成员拢用咱的啊晶片的身份证而来，咱请大家。一定，必须定。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，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。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亚夫，过来过来。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？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义灰熊干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。难怪我们告沙子说123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
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。多谢各位。好，咱即马要甲三立讲，咱是晶片的身份证是美国制造，所以希望三立去修正，再甲咱报道一次，安尼大家有欢喜无？我看足困难啦。对，我即马要拜托大家，回去一定讲，赶紧来申请这个美国制造晶片的身份证。安尼好啊，唔好啊？好，感谢大家。头拄啊，咱雅虎，伊是牧师，牧师讲话袂使乌白讲哩。伊那是咱的人民族的主席，所以这是拄啊迄回因转来，拄啊咱的我是闭幕式，我请的成员六个。来甲大家现身说法，唔是讲我乌白讲啊，爱予大家足清楚，咱这张是100%美国制造，啊是晶片啊，台湾政府身份证。啊，个咱即马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咱过来看落啊。咱过来看了呀。这好，咱看是不是在结束啊？因在准备，咱这个影片看了，咱就来下课，好，大家较清楚。金门是因的嘛？当然，好来同情甲放落去。媒体报道。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“前线中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“前线中的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。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。我们开放他，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，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。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、陈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好，咱时间上的问题啦，要甲你讲两句话，咱就要来下课。迄个金门。讲要开放博弈啦，因遐白红条啊、白条啊去找王金平啦。王金平安怎讲？讲金门中国不同意啊。安尼大家去当个想啦。王金平安尼讲啊，我伫电视上去听到啊。安尼
大家来这上课有价值啊无啊？感谢大家，咱各家啊。各位同学，请起立。啊，下课，请各位同学稍等一下。那个，请各位同学请到前面集合一下。我们这次拍照在楼上拍，直接在室内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志，这个今日的相片哦，要伫室内拍摄，在室内拍摄，这是百几期以来啊第二次，运气真好。啊，有甲天公拜托都拜托袂行。叫人讲，啊，你伫室内拍迄个拍摄哈，来，所以卖离开，来啊，头前。